我一直希望有一日你可以变成我的朋友。由小到大，你好少同我讲你嘅嘢，或者话你好少同我讲任何嘢。我成日喺度谂，点解你从来都唔会想知道关于我嘅嘢？我对你嚟讲系咪真系咁唔重要？点解你从来都唔会拧转头？我永远只可以跟在你后面。然后当我看到这些陌生的名字，我发觉我们的距离比想象中更远。但系估唔到，当你真系需要我嘅时候，我就乜嘢都做唔到。嗱，报告出咗啦，非小细胞肺癌，系属于第三期。我建议你放疗同化疗一齐做六个周期。咁系咪做完就好快冇事噶啦？陈医生，系，我想问下咧，我有冇其他方法可以？如果真系有恶化嘅，我哋再计划下点做。除了蛋，这个方案已经沿用了二十几年，也是目前唯一最好的方法。之后你比以往更沉默，原来你在写着你的信。我一直希望有一日你可以变成我的朋友。我好想话你听，生命其实好唔公平，但系我冇得到嘅，我希望你得到。发生喺我身上嘅事，我觉得对你嚟讲系微不足道，因为你嘅生命比我更大。我相信。你已经体会到很多无奈，人生就是没办法避免所有的失去和痛苦。怎么做事的？这样都做不好，这样都做不好，这样都做不好。我出了，是肺癌，属于第三期。但是我想你知，要毫无保留地生活。我不希望你好像我这样，有这么多懊悔。你可以拥有世界，因为我将会是你的一部分。陈医生，
阿爸，不如同你去釣魚好嗎？釣魚？落雨喎。以前我哋都試過㗎啦。以前係釣釣下落雨，唔係特登淋雨。陳醫生打過俾我，佢話有隻新嘅免疫療法可以幫到你。有乜嘢想講，自己直接同我哋講啦。今次你一定可以好翻。在過去20年來，三期肺癌患者在完成電療和化療之後，並沒有任何維持治療方案可以提升整體存活率。20年後的今天，我們有新一代免疫治療 PDL1 抑制劑。對比傳統方案，除了有效延長三期肺癌患者整體存活率之外，嚴重不良反應亦相對罕見。雖然抗癌的道路不容易，但是有我同你繼續走。